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平，我回芜湖了。早上起来把孩子穿起，那个孩子放在黑夹子上面不好拿，我就放在那个楼梯间上面，拿去的时候方便一些。穿好了，我蛮喜欢这种蛮休闲的孩子，挤歪挤歪就进去了。我的脚有点肿，昨天坐得太狠了，还没消肿。洗漱都比较方便，不需要用盆子，就可以自己搞定。我妈，这个卫生，那是我打的牌，够不够的事？外头在下雨。